阿姨，我帮你把送洗的衣服拿过来了。哦，谢谢哦。嘿，来，啊，这个养颜美容的，请你喝哦，哈、哦。啊，谢谢。小美，我要起一个会啦，啊，10000块的，大概有70-80个人，你要不要参加啊？嗯，我最近想做一点生意，没有多的预算哎。嗯，没关系啦。不好意思哦。嗯，不会啦。啊，那你等一下有没有空哈？嗯，什么事？我要去跟老张谈事情啦，哈、哦。你帮我顾个店，我哈、哦、等一下就回来。人家送货来，那请你帮我签一下啦。安不在吗？啊，他在啦。有什么用？啊，上次人家送货来哈、哦，也不知道跟人家说什么，啊，人家又把货给带回去呢。哦，阿姨。安安没有朋友吗？朋友，那个死脑筋，拗脾气啦，谁要跟他交朋友？他哦，外星人啊。